一只成年安第斯雄鹰在人群的围观注视下，扑腾着翅膀，迈着迟疑的脚步，走到悬崖边上。当他望向远处的云海时，却收起了翅膀。难道是关在笼中太久，忘记飞翔了吗？伤势痊愈的安第斯雄鹰身后，聚拢了越来越多的人类。他伸展宽大的翅膀，摆出久违的姿势，转身看向人群，向那些救助者们点头示意，随即转身挥动着翅膀，感受着翅膀传来的力量。这时安第斯雄鹰再次凝视着远方，张开的翅膀微微抖动，感受着山谷吹来的气息。突然他的双翅开始扇动，岩石间的草丛也被他扇得匍匐在地上。安第斯雄鹰惊喜地转头看向人类，仿佛在展示痊愈后强壮的翅膀。雄鹰再次面向云海，而这次翅膀全部伸展开，耳边传来风的呼啸，雄鹰也感受到风力的加大，频繁地扇动着翅膀，感受着风的方向和力度。经过多次尝试，雄鹰似乎是找到了风力最大的方向，宽大的翅膀再次全部展开，在风的吹拂下，雄鹰的身体微微颤抖。此刻人群没有说一句话，担心打扰雄鹰的判断。风力逐渐变大，雄鹰感受着大自然的邀请，身形也不再像雷达一样左右晃动，而是直面前方，双爪紧紧地抓在岩石上。这时他扭头看向身后的人群，注视着帮助过他的人类，随即头向前伸，身体前倾。正当人们以为他要起飞时，他却将身体转向侧面，不厌其烦地调整着身体角度，寻找最佳的起飞方向。很快安第斯雄鹰找到最佳的起飞方向，扭过头，最后恋恋不舍地看向人群，像是在深情告别。随即雄鹰的双爪使劲一蹬，飞快地扇动着翅膀飞下悬崖。看到雄鹰终于顺利飞起来，人们发出喜悦的呐喊。在人群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中，这只雄鹰围绕着悬崖滑翔，仿佛在感谢那些帮助过它的人类。人群也跟随着雄鹰的飞行方向，关切地注视着飞翔中的安第斯雄鹰。雄鹰逐渐恢复翅膀挥动的技巧，巨大的翅膀有力地扇动着，向着前方飞去。地面上映出雄鹰飞翔的影子，振翅高飞的雄鹰很快就与天空中的伙伴汇合。他们旋转着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飞向本属于他们的自由和快乐。每个物种都向往自由，我们作为地球上感情最丰富的物种，就应该与这些动物和谐相处，帮助他们度过难关。如果是你遇见受伤的动物，你会出手相助吗？